要完结篇喽，赶快再看一下，我们正式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喽，没机会来喽。2016年应该是没机会来了，所以我们刚才再绕一下，让你看一下这边的风景风光片。哦，啦啦嘞！哦，啦啦嘞！这边是这另外一端的地方的漂亮。我来这边散步，放开心胸还不错的，尤其是访问听海应该很不错，很悠闲。因为我们一天没有走到这边来，我们都只有来那个 handicap first， 来这边就很悠闲，不要赶时间。我们租车可以租到3点，所以现在时间还够，就是肚子饿了。早餐虽然在 Puffers 的机场。不是在饭店，叫珊瑚湾度假饭店，吃的还不错，但是已经过了6个小时了，中午了，有点 hungry 了。你要赶快想要吃一个猪肋排呢，沾个辣椒啊，好吃啊。TGI Friday 吧，先绕一圈，再看一下这边最漂亮的风光片。我们马上就要离开拉纳卡喽。要离开喽，要往右边走喽，拜拜。关了啊。